女星珍妮佛劳伦斯近日出席第76届坎城影展，为首部自制的纪录片宣传。只见她身穿一袭红色礼服，礼服完美衬托出她白皙肌肤和招牌金发，一出场就成为全场焦点。不过其中一幕她下楼梯的画面就在网络上疯传，只见她一手提着裙摆，一手扶着剧组人员，眼尖网友就发现她竟然穿着黑色夹脚拖，超反差的模样让网友全笑翻，直呼太可爱了吧。另外有网友分享，珍妮佛劳伦斯多次在各大场合都差点因为礼服而绊倒，因此这次穿着夹脚拖就让网友开玩笑表示，可能是太害怕再跌倒了。